jungle. Audio Jungle. 在2017年4月，美国对叙利亚霍姆斯省希拉特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之后一年，美国海军唐纳德·库克号和波特号导弹驱逐舰再次驶向叙利亚海岸。去年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的原因是媒体报道称大马士革在该地区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消息未经证实。今年的原因还是一样，只不过地点变成了东古塔地区。那么叙利亚的新防空系统是否能够抵抗来自美国海军舰艇的打击？美国海军波特号导弹驱逐舰、美国唐纳德·库克号和波特号导弹驱逐舰总共携带有120多枚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也就是说叙利亚整个领土都在射程范围之内。不过现在还不清楚美国将从哪里发起攻击。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尼古拉斯·格拉斯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文称，美国可能将对叙利亚几个目标进行打击。去年的对谢拉特空军基地的打击并未奏效，因为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叙利亚军队的飞机就爬上了空中。当时实施打击的波特号和罗斯号驱逐舰总共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只有23枚导弹击中了空军基地。这款单价约200万美元的导弹只摧毁了不到6架第三代米格23战斗机、一个材料技术设备仓库、训练用建筑、餐厅和雷达站，起降带和滑行跑道并未受损，因此叙军战机很快就能够顺利起飞。格拉斯称，为了对阿萨德政权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将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因此叙利亚军队的战力将严重受损。现在还不清楚，如果决定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将会进入多远。为了严重削弱叙利亚军队的战力，以及让叙利亚军队丧失进行大规模进攻行动的能力，120枚战斧巡航导弹显然不够。而且地中海目前并未部署有美国海军任何的航母战斗群，最近的就是在波斯湾第五舰队责任区内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快速加强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也毫无用处。但是参加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美国海军佛罗里达号和潜艇经常会到地中海溜达，它配备有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其攻击能力超过了唐纳德·库克号和波特号驱逐舰的总和。由此看来，美国部署在叙利亚海岸的巡航导弹总数可以达到274枚。作为对比，美国1991年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用288枚战斧导弹就让伊拉克的防空系统瘫痪。叙利亚士兵正在霍姆斯省基地检查雷达车，从理论上来讲，位于该地区的美国空军也将对此次打击提供支持。毕竟美国在空中的机动性要远好于海上，美国空军最大的基地部署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地区，包括在叙利亚阿勒颇省北部的机场以及在哈塞克东北部的鲁梅伦基地。美国通过这些地方向叙利亚民主力量提供武器、弹药、医疗用品和其他设备，这两个机场都能够接收战术飞机。此外，美国空军还在积极使用在地中海东北部沿岸的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俄罗斯部署在叙利亚的 S-400 凯旋防空导弹系统。2011年，美国和英国用124枚战斧海基巡航导弹就几乎完全摧毁了利比亚的防空系统，但是利比亚空军的绝大多数防空导弹系统都是已经过时的苏联制造的防空系统。美国此次若想复制2011年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经过了七年内战，叙利亚的防空导弹系统仍是该地区最强大之一。叙利亚军队装备有数百个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包括现代化的山毛榉 M2 铠甲 S1 和 S125 防空导弹系统，加上俄罗斯在叙利亚还不熟留更先进的 S300V4 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事实上，
去年只有不到一半的战俘飞到了谢拉特空军基地，这也间接证明了叙利亚防空炮手行动的有效性。而且在最近一次的实战检验中，即4月9日，叙利亚防空导弹系统拦截了以色列对T4基地发射的8枚空地导弹中的